三 D 成员 Key 直率的个性总是有话直说，在先前上 rapper 李永芝的 YouTube 节目时才说过，公司就是公司，怎么会是家人，太不像话了。清醒言论让网友们笑翻，李永芝也直呼是第一次听到有人直接这么说。而最近推出新专辑的 Key 在直播时的这一番话再度掀起话题。방이야이런거다不是여기는여기는여기는아크로폴리스트옆이지광야가아니야너무그렇게심각하게잠식당하지마세요안돼然而这段直播结束后重新上传的影片里，有粉丝发现这段话居然被 SM 公司删掉了，让大家瞬间感到超无语。由于 SM 娱乐近年致力于把世界观狂亚发扬光大，不只是新出道的团体，连前辈们都必须被迫接受，实在是越来越夸张了。尤其 Key 早在几年前开始就有自己设计理念的世界观，却被公司强行塞入狂亚，不无言才怪啊。